我用闲置废品给小仓鼠自制了花篮外带笼，之前买东西送的小桶就是外带笼的主体了。这装鼠鼠刚刚好，给这个盖子上方打孔，方便透气。我喵下饭，猫一跳，不行，这个劲儿太大了，捅飞了。这个工具选的失策了，用这个热熔枪试一试。哎，这个真的可以。侧面也要开动，方便它透气。用蓝色的丙烯给桶上个色，夏天这看着就凉快。对了，我还剩一个桶，你们帮我定一下颜色吧。涂差不多了，给它晾干。用这个小号的海绵印章蘸一点丙烯，给桶上印点波点。用这些之前做手工剩的材料给小桶装饰一下，先粘一圈蕾丝，再用小珍珠做点缀，给它简单的装饰一下，好像有点好看了。这个气球贴纸咱们给它进行一个拼贴，拿我这个假花再做个点缀，再绑个丝带，给这个丝带卷一下，用发板夹给它定个形。嗯，就这样卷曲了，粘一点小珍珠，用这个美甲的勾线笔把这个丝带描一下，照一下灯方便它定型。噔噔，我的外带笼做好了。我做了 AB 两面，你们觉得哪面更好看？里面铺上木屑就可以带鼠鼠出去玩了，这上面还能看到小仓鼠的一举一动，美观又实用。放着之前买的郁金香，剩的这个桶做什么颜色呢？听你们的。宝子们，小菜正在进行打榜 PK， 希望大家点一下投票按钮，助力小菜晋级成功，非常感谢。